我每周锻炼三次。我可以用信用卡吗？你有出国旅行的计划吗？你喜欢晨跑吗？我最喜欢吃草莓。请给我一张地铁卡。请给我推荐几道菜。我好嫉妒。我可以借用这个吗？我有问题要问你。这首歌很好听。请你相信未来。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我觉得有点冷。多小的世界呀！请告诉我方向。请问您。请把门窗关好。你喜欢庆祝生日吗？
我们去买些水果和蔬菜。我们去买些水果和蔬菜。你的电话信号不太好。你的电话信号不太好。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刚才没听清楚。我刚才没听清楚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家里需要买些日用品。家里需要买些日用品。我的电话没电了。我的电话没电了。我想一想。我想一想。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？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？别慌张。别慌张。这里是你家吗？这里是你家吗？我不太喜欢足球。我不太喜欢足球。我找不到。我找不到。请稍等一下。请稍等一下。你今天有空吗？你今天有空吗？我喜欢收集邮票。我喜欢收集邮票。我相信。我相信。你喜欢过圣诞节吗？你喜欢过圣诞节吗？今天很冷。今天很冷。你有健身计划吗？
你有健身计划吗？你喜欢去图书馆吗？你喜欢去图书馆吗？我需要安静。我需要安静。我太兴奋了。我太兴奋了。我要这个，谢谢。我要这个，谢谢。我们去买点东西吧。我们去买点东西吧。这真有趣。这真有趣。你可以给我发个提醒吗？你可以给我发个提醒吗？你是我最好的礼物。你是我最好的礼物。我偶尔会喝点红酒。我偶尔会喝点红酒。请问最近的地铁站在哪里？请问最近的地铁站在哪里？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我喜欢乡村的宁静，我喜欢乡村的宁静。请开门。请开门。不用担心。不用担心。你太好了。你太好了。你喜欢唱歌吗？你喜欢唱歌吗？你经常上网吗？你经常上网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走，慢走，我不太清楚。我不太清楚。
别闹了。别闹了。你喜欢用什么应用？你喜欢用什么应用？吃早饭了吗？吃早饭了吗？你能帮我收拾一下房间吗？你能帮我收拾一下房间吗？我去过长城和西湖。我去过长城和西湖。猜猜看。猜猜看。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？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？我会努力。我会努力。我不舒服。我不舒服。我们哪天见面吧？我们哪天见面吧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。我们一起吃晚饭吧。你喜欢看什么书？你喜欢看什么书？你能推荐一下吗？你能推荐一下吗？我最喜欢狗。我最喜欢狗。今天天气很不错。今天天气很不错。你喜欢喝咖啡还是茶？你喜欢喝咖啡还是茶？你需要帮忙搬东西吗？你需要帮忙搬东西吗？我打算出国留学。我打算出国留学。我常用微信和淘宝。我常用微信和淘宝。今天的日程安排好了吗？今天的日程安排好了吗？
车上有空座吗？车上有空座吗？请问现在几点了？请问现在几点了？我经常打羽毛球。我经常打羽毛球。你喜欢哪位歌手？你喜欢哪位歌手？我喜欢做中餐。我喜欢做中餐。我今年二十。我今年二十。我想去北京。我想去北京。你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你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我很好。我很好。确实是个小世界。确实是个小世界。我能来杯咖啡吗？我能来杯咖啡吗？对不起，我有事情。对不起，我有事情。你怕打针吗？你怕打针吗？我们下车吧。我们下车吧。你今天忙吗？你今天忙吗？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没事的。没事的。你平时节省能源吗？你平时节省能源吗？我需要帮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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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